27日，国内无增加本土病例，增加九例境外生意来源，确诊个案当中有以上人士亡，九例境外生意来源当中分别滴面天、松叶、七里、同一年两例。 针对天安门A字的事件，指挥中心表示，今年29日为了首批送 A Z 到各县市政府，请25日以前的建筑个体验门，加个10礼拜以上，给50日以上的民众都做得到，还负责给民众给免疫师都疫苗平台方登记，到29日当做生意店过后，再过来处分。 根据疫情卡带来，疾病中心27日表示，台北20日起，从10日查到27日的素材，做了10同时，因为表演同体育比赛场，做了现场卖票，无限制租运。另外，深夜处运医师有条件开放部分娱乐场所，爱六上以上的员工至少足够一门预防沙。 凤海长滩沿国台面27日同样数项宣布，特别设计好的票条 BNT 预防沙55万门，安装30日，只为到台湾。 台湾双边申请港澳跨太平洋坦诚全面进步协定 CPTPP， 将会面临日本复读五烟食品进口到台湾的问题，有民众就说开放核实进口，政府的检测量呢就看唔样，因为非主流车上生意出情况，国内的检测量呢已经超过本地股商的10.2倍，切对大啦，甚至还做得分当倒摆来检测。